日前 Angelababy 晒出一则化妆视频，可以说相当敢玩。视频中 Baby 坐在镜头前，身边发型师和化妆师都在不停地忙碌。素颜出镜的 Baby 脸很小，非常精致立体，即便不化妆也非常好看了。视频记录了她从素颜到完成妆容的全部过程。有网友表示，化完妆的 Baby 相比化妆前脸部皮肤白皙了一些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差别嘛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